我的选择是。在新加坡，如果有人要跟我拍照，要什么还可以，因为在新加坡已经差不多习惯了吧。嗯，但是每次就是会大概是一样的，怎样说 ，demographic， 就是13到20岁的少年嘛。是，但是现在开始有比较多人，100岁到30岁，对对对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到 Channel 8 News.SG 观赏。